4月30日20时许，有网友爆料，广西柳州解放南路某酒店一楼内，一名男子持械伤害一男一女。现场画面显示，行凶男子持刀砍打另一名男子，一名女子试图阻拦。据柳州市公安局城中分局当天稍晚通报，接报后，民警赶赴现场调查处置，迅速将嫌疑人抓获。目前，两名伤者已被送至医院救治，无生命危险，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。